上行了，范大爷，哎，范大爷，哎，范大爷，哎，老范，慢点吧，歇了，慢点吧。没事，没事。哎，范师傅啊，你忙活什么呢？没事，没事。哎呦，对，司教授，没关系。哎呦，我差点忘了，零件已经凑齐了，那车子陈菊明一早起就能登上了。 他是今儿退吧？自行车，他让您装自行车了。哎，明白了，他是想给你个突然的惊喜啊！这下突然不了了，缺乏沟通啊。 把别人当聋子了，忙啊，回来取点东西。你把我这心脏都锤出来了，你这是暴力行为。你钥匙呢？我声小了，你听不见呢。 都是这东西闹的。老亲家，你消消气儿。对不住，我这耳朵聋啊，干什么动静大。 今后改正。对，我是老亲家，你年轻，常青树。咱不说了，行吧？我那摊上还有人等着我修车上班呢。跟谁攒攒的？哼，外边嘚瑟听啊，再当个百岁劳模。哎呦，我怎么摊上这么个亲家？你说谁呀？你摊上我这亲家咋的了？ 我们东南攒的，那也是年年先进，还这么鞍前马后伺候你，你就知足吧。你在外边娶我，我就离家出走，看我女婿跟不跟你急。你肯定把钥匙丢了，你就别把这当家。老俩又吵上了，咱可不跟他们学啊！不许！来，快回屋吧。别忘了晚上。 就算我白吃也忘不了。感冒了，快回去。赶紧洗洗，吃早点吧。你也该上班了。呀，我还放着洗澡水呢。快回去。庄丽要是老这样不找事儿，他就是让我背他上北京，绕着天安门来回跑，我都愿意。快上班吧，今儿周一，公交车挤得厉害。 估计队上知道这事儿了。杜南，待会儿上我这儿来一趟。秦队，有什么事儿这儿说。哎，秦队，你们这些领导真够呛，又要出陈绩，又总来骚扰我。快说，是不是这回市里真的要把你调走了？ 肯定是体委那位大美女过来顶你，快走吧，啊！
本来想打个预防针再告诉你，你不着调。看看吧，你老婆的诊断，肌无力前兆，上星期体检查出来的。顶不住也得顶着。局长，我们大伙一合计，用这个给您送行，比开个欢送会更有意义。行了行了，放下吧。往后有什么老婆生日、结婚纪念、大事小情的，都记得表示表示。女同志也包括在内，还有正交女朋友的。有男朋友的，更应该想得周全点，别到老了后悔，抓心挠肝的。像我，还算醒悟早的。好，解散，去忙去吧。局长，吹了半天，演示一下呗。来吧，局长。削弱我们队员意志了。哎呀，你讨厌不讨厌？好几回了，回头新队来，我也轰，别踹。那我也没像你们那么酸啊。所以，人家不急着娶你啊，不会酸。你又胡说，是我不想嫁。我老婆说的没错，不会酸的女人肯定没人急得娶。跟你师父好好学学啊。哎，东南，爸，您怎么来了？算好了，你们这会儿休息。他们说啊，你上思平这儿来了，我就没敢上去。怎么了，爸？我妈又惹您生气了？我把钥匙丢了，都好几天了。我怕回去。他非要看钥匙，没有，再气着他。行，爸，您等着，我去给您拿我的去啊。哎，我就这意思。奶奶，看您今天脸色不大对劲啊，不是跟我姥爷吧？除了他还有谁？人家就该成天的吃香的喝辣的，
前后有人伺候着，还有人给念报纸、听新鲜事儿。奶奶想听个评戏，还嫌声大呢。这错了，这边儿。没错，去你姥爷那儿。大妈，来报纸。哎，放那儿吧，莫琴。韩大爷，哎，这掌柜的给我休息一下。行，搁那儿吧。大妈，哎。晚报，我来一份晚报啊！自己拿，自己拿。看看今天的报吧，新闻可多了。张奶奶，哎，我来份晚报。看人俩配合。孙子，去，上你姥爷那儿，把家门的钥匙要过来。奶奶今儿出来的急，没带。用不着奶奶，我带着呢。走吧。你姓孔还是姓范呢？奶奶让你去你就去。家的钥匙他丢多少回了，一次都没跟奶奶认错过。去，哎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老爷，啊，取钥匙来了吗？给。老爷，您真是个聪明的劳模，我还想把我的钥匙借给您呢。你奶啊，还在那儿等着呢，快去吧。其实我奶。就是想让您给他认个错，哪天您找个错误犯犯，给他认上一个不就得了吗？还有，以后啊，别老让那张奶奶给您念报纸了，您知道我奶不认字儿。再不走啊，你爸回来都进不了家门了。原来你们是合着伙孤立我奶呀！不行，这回我要主持正义了，钥匙没收了，回去跟我奶奶认错。哎，孔真，你细说。林先生，林先生。您去屋里等吧，外头凉，有人，德宝在呢。知道。丁宇，苏教授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一个人的警卫员。苏教授的学生，还有婷宇的跟班丈夫，你是一个在哪方面都很完美的女人，是我常常把这种美给破坏了，原谅我，能弥补的我努力，谢谢。但是伯侄，我今天过去接你，也是有话想跟你说。东南，妈问你，你给妈扫听了吗？西山那4203部队新兵到没到？我那棉花都成堆了，还有那些鞋垫儿。我问了，得下个月的。耶！妈呀，你就抽空把那些先送过去。这眼瞅着你就去打比赛去了。高点。别等啊，人家新兵都到了，我这拥军的还没到位呢。哎，哈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没有？是不是你觉着你妈这事儿没有那模范事儿大呀？哈，妈叫你呢。哎，爸，啊，我给您听着呢。哈，还没回来呢。我在窗口看见了，说话两口子就到。妈，东南早就把车给您安排好了，说下星期二就拉过去。人家部队上领导还说，想让你也过去讲讲呢。
说您是老拥军模范了。你妈可没那么好闲呗，帮人干点事儿，看这家嘚瑟。哎，你今天来的可不是时候，干嘛那么严肃，那笑都不回来了。我是来抢劫的，反正你也不是公安局长了。哼，抢什么都给，就是劫色不行。是我约他过来的。陈局啊，回来了。哎，快来，试试高矮，就差这么个座了。好，范师傅，到屋里来试吧。好。叔回来了。来来来。又是玫瑰花，好。对不起，回来晚了。自行车，范师傅，这车装得漂亮。哎，好。吃吃。哎。还行。你啊，今儿有客人，我回去安好了，明儿早起儿一定给你送来。哎，送来。一会儿误不了。您送苏教授上班啊！德宝。啊？哦。I hear the sound of distant drums far away.下手了，连路都不会走了。再不关门，全楼的人都要过来了。德宝，是吓到了。你这浪漫来得也太突然了，看来我今天抢劫还真不是时候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没时候了。嗯。来。听音乐。知道，从我们结婚到现在三十几年了，我今天的行为一直让你不能放松，但这也是真实的我。我本来没想到这小子今天会过来，既然他来了，我们也不能把他撵走。
何况还是你约他来的。我跟那小子的交情比跟你的时间还要长。我知道你约林谦今天来干嘛，我也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。我是你丈夫，我懂。可是你别想离开我，我爱你。对，我今天就是要和你谈离婚的事儿。我约林谦来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要跟他在一起。就算我死了，你也不能跟他在一起。你看，这就是林谦。怎么了？哭得这么伤心？什么事儿啊？啊？爷，不跟叔离婚，以后我跟你们两个一块养老送终，不能分。不哭了。爷，老来找您的林叔是对您好，能逗您笑，是我叔心里对您比他好，墙上挂的玫瑰花是我叔昨儿夜里在那屋自己偷偷弄的。德宝现在懂得道理真多。德宝，被褥都给你铺好了，快去看看吧。这下我们俩天天都可以睡踏实觉了。哎呀，不离了。我们还是先两床被子，习惯了再撤一个。柏芝，你这样做的目的我明白，你是想让我知道，在你的心里，我还是你的妻子。尽管新路回来已经一年多了，你也常去看他，但是我在你心里的位置并没有改变。你甚至更急迫地向我表示你对我的爱，在林谦面前显示我的重要和你的强大。婷雨，你让我把话说完。你就是忘了一点，我对你这样做的感受会是什么？我想和你分开，不是因为新路回来了，是我早就有这个打算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这三十几年来，我一直在审视我们的婚姻。女人到了这个年纪，心态已经不会像过去了。我要让你变回来。我不是新路，我变不了。那林谦呢？他就变得了。跟他在一起，我起码自信。那他会自信吗？Thank you.
什么年纪了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能站在你旁边，这就是意思。三天了？四天。苏教授，对不起，您坐，您坐。不不，你们坐，你们坐，你们坐吧。我喜欢站着，习惯了。你们坐吧，啊。苏教授，这是您爱人吧？这几天老看他陪着您，您可真幸福，都这岁数了还对您这样，帅呆了。用词不当啊，这叫酷，帅是指小白脸儿。行了行了啊，我说现在你们论文答辩怎么越来越差呢？你们真是不务正业。昨天晚上您呼噜呼噜闷在屋里吃小灶，我奶进去给您送香油，送去了，您连句谢谢的话都没说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就盯着桌子上那报纸看。您这不成心气我奶吗？装在自己是文化人，要跟那张奶奶同步，我奶奶大字不认一个。我奶奶昨天晚上被您这么一藐视，饭也没吃几口，还一个劲儿的打嗝，您耳背也听不见。是啊，昨天是你奶奶给送的香油啊。还有，老爷，您就算为我老爸也得做。这几天我老爸特别惯，老半夜不睡觉。我睡那客厅不正对厕所门吗？啊。有一回，我发现他是从厕所刚哭完出来的。瞎说！你老爸啥时候哭过？肯定的，眼睛、鼻子全都是红的。你们俩太让我妈费心了，成天别扭。特别是您，我奶可是我爸的妈。孙子，别往心里头去。老爷保证认错，你看结果吧。哎哎，别东张西望的，小心台阶啊。苏教授早啊。你好。苏教授早，上课去啊。苏教授早。早。姐。呀，东南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是不是又为你爸爸的事儿啊？啊，不是，我爸的事学院上礼拜就解决了，证书已经送到家里了。我来是找你的姐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这事儿佳佳不好说。走到我办公室去。哎，走。总算有胆量出现了。这几天从早到晚都有手术，有胆量也没办法。这是我昨天托人从第一医院把四平的病历拿出来的。姐，对不起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别这么说，我是你姐姐。我该走了，你要上课。哎，东南，从我对这种病一般的了解，四平肯定是在偷着服用激素。服用激素的女人大多在性生活上是有些变化的，可能比你们以往会频繁。
是，你不但要理解，还要把握好，因为那是药物反应，他是病人。明白。你真的想跟婷宇结婚？明知故问，可能吗？可能。想清楚再说。 除非你死不离婚，那是肯定的。就算我死了，你都没有机会，这是我的心里话，永远没有。就像我们永远是兄弟，四十几年不变的兄弟。哼，你还记得我是你兄弟？倒是我还一直记得。哼，你记得？我刚才的话就是在提醒你，有你这样的兄弟吗？ 你还要我怎么样？嗯，32年前，你不顾一切的把婷宇从我身边拉走，我说一个不字了吗？我不但没有说，还把你这个半死不活的人救了回来。哼，不是你一个，还有婷宇。我是希望你能给婷宇带来幸福。你真的以为当年婷宇嫁给你，是因为爱你吗？ 还有一件事情，本来我一直不想说，但愿我今天说了，你能理解今天的婷宇。休息吧，干嘛呀？为了江山连美女都不管了？去，搬饮料去。你加我微信啊，再不拿上金牌。 就真成了没人娶的老姑娘了。那一辈子不娶才好呢。这个就不算啊。再不回去看着，你老公真的跑了。看什么看？傻呀？七老八十啊！利索点。你也利索点啊！ 大伙都等着你呢。孔教练，这邢队对女朋友怎么老跟你打情骂俏的？难怪邢队对咱们这么刻薄。对，我看刻薄了还不够。你当初干嘛不说？啊？因为我们是兄弟，是患过难的兄弟。 说心里话，当初你在我心里的位置超过了婷宇。那时我们都年轻，总想着还会有像婷宇那样的女孩出现，而你比我更需要婷宇。你不能不承认，心路当时的不辞而别对你的打击。心路又是我妹妹，是我妹妹辜负了我的兄弟。 谋家，哼！难怪你一辈子打光棍，走！不是一辈子，也许我跟婷宇还能走上32年，或者更长。你做梦吧你！走，走！干嘛呀你们？又吵架了？哥。 你不会是路过这儿吧？当然不是，我跟柏芝在这儿都见过好几次面了。他还说呀，他就是在这儿治好了你的恐高症。行了，我们走。啊，哥，柏芝比你小，你也知道他这脾气，不要真跟他生气啊。刚才我过去看了，东南情绪挺好。 应该不知道你这事儿，我还真的是因为训练紧张闹的，也幸亏紧张了。你的右手有点力气了吗？左手好像也有了点问题。你说的也对，不结婚也许就没这么多恐惧。要不我跟东南离婚得了。
真怕东南知道了会撑不住。你胡说什么？真不明白，那么优秀的孔东南怎么会娶你这么个老婆？以为离了婚，你一死他就什么都撑住了？依着我一查出这病，就应该立刻告诉他。别说这病未必救不了，就算没救，你们还能一起去把握好这分分秒秒的日子？什么金牌不金牌啊，没用。早晚都得回家过自己的日子。你这不是挺明白的吗？那干嘛不想结婚了？我现在越来越发现，他没有你们家东南那么优秀。哎，怎么？你真的不骑车了？啊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特啰嗦？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不啰嗦就该去看精神科了。我也就是跟你这样。啊，哎，别送我了。我下午才有手术。师傅，医学院。好嘞。那天晚上我让你为难了。不，倒是我觉得很过意不去。我知道你总是怕我难为情。其实我是为了柏芝，因为我们是兄弟，我知道他的软肋在哪儿。可我今天重重的打击了他，他可能会问你那件事情，我也是看他太自以为是。无论将来我们还是不是兄弟，我都要这么做。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。本来我们就想这件事情永远把它隐瞒下去，我也不想让他欠我什么。我看得出他对你是有歉意的，尽管他暴跳如雷，就他的性格就这样。说了我有点后悔。柏芝，我怎么觉得总是对不起你啊？三十几年前，就因为我让你受了那么大的打击，差点人都没了。今天又是我，非要为儿子去祭祖，非要你画呀画的，害得你又勾起了童年的回忆。从你回来那天，我就跟你说，你没有对不起我。我说的是心里话。三十几年前差点要我命的是歹徒，最后我还成了英雄，又有了婷雨在身边，而且很幸福。倒是我对不起你才对。你哥说的没错，我太自以为是，一点都不知道关心人，特别不知道关心我爱的人。这不能怪你，是我当初怀孕的时候没有告诉你，我就是怕告诉你之后你马上要跟我结婚。你不跟我结婚是怕影响我的前程。你够伟大的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负责任，没结婚就……这不能怨你。那次是我让你喝了酒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谢谢大爷，健康开心，多少回您都不收钱，搁这儿了啊！你看大叔那个身伤气，要不下回别来。看，气着了吧？赶快把钱拿走，这老爷子一不修车都十了多年了，对谁都这样，谁一给钱就这样。气大伤身啊！这不傻吗这？啊？说什么？哦，哎，你说啥？我大妈，我没那意思，您别误会啊。不是，你说谁呀？谁傻呀？您别嚷嚷，他耳背，他还听不见。耳背你也不能欺负他呀，人家在人民大会堂跟领导照了多少回相了，领导都把他放在正中间，怎么现在轮到你说了？赔礼道歉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让你赔礼道歉。年轻人不懂事呢，你不是我道歉。哎，我让你赔礼道歉呢，怎么的？
慢走啊。谢谢啊。老板，买点什么水果？来串香蕉。好嘞。这，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啊，干什？芝麻椒挺好的，你看。行，就它了。亲戚，买水果呢。三块六。啊，我这儿有零的，我这儿有零的。哎，再买点。吃这东西好啊，顺气儿。像你这爱打嗝的，吃着准觉得痛快。小伙子，得有礼貌啊，哪能这样对待老年人呢？你当时给我买呢，给我儿子。这一阵子，蹲进厕所半天不出来，我都上大了，都忙成啥样了，也忘不了你这老丈人的小灶。这家照了几张相，这家嘚瑟，多少人都跟着光荣。枕头那没有你也会孤单，棉被在后那没有你也会寒冷。你是我，你是我生命的源泉，也是我灵魂的一半。为了你，什么艰苦我都不怕。为了你，千斤万斤我也敢当。有谁能够代替你的声音？爱你的心，爱你的心，你可知道吗？双人枕头那没有你也会孤单，棉被在后那没有你也会寒冷。你是我，你是我生命的源泉，也是我灵魂的一半。你什么艰苦我都不怕，为了你千斤万斤我也敢当。有谁能够代替你的声音？爱你的心，爱你的心，你可知心，爱你的心，你可知道吗？